老板啊，这块料子什么价？这个4000。4000呐、啊？啊，这个裂好多哦。那不裂不就回去了？这表面的都是裂，只能堵这一块地方。你看这长白术能不能弹？不弹不弹、啊，白术不弹。也差不多了，大摆嘛，大摆好好弹一弹嘛。不就先不弹。这个能取的地方很少啊。你自己讲讲，这么溜这么好，你看看啊，只有这个是表皮裂。这一个我要堵。啊啊，没事没事。爸爸，给你个价，800块，看能不能卖。不能卖。不能卖。啊，要过千的。不过千谈一个嘛。不谈。这样吧，给我一个同行价。你做多少？没事没事，因为就卖。你要多少嘛？你最少要多少嘛？给你讲过千了，你没有过千就卖不了。过千。啊，那就抽个整吧，1000块，我也不差那200块了，我也给你加200了，1000吧。好不好？你快卖我一个嘛！别看了，看也是那样了。哎呀，开张一下，开张，开张一下，开张。来，来吧，对呀，你先卖我一个就得了嘛，是吧？开张一下。好嘞，感谢老板啊。货们已经提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煎货的一个细节吧。这一个料子它的堵性是很强的，裂很多，所以能用的部分是很少的，要下重功取精不取大嘛。但它这一次的润度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带有颜色，这个取货之后绝对是有大惊喜的。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适合哪位宝宝的。最近买了个房车，准备带着老婆儿子去旅行，原本老婆想要孩子读幼儿园，可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我觉得童年都在学校里太无趣了，所以我就想让他就读社会幼儿园，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想请一个龙牌当车挂，预算在1500左右。货我们已经提好了，这个料子我们是1000拿回来的，现在我们1500出给这一位粉丝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这件冰蓝龙牌后装沉稳，神龙张牙舞爪，陆须飞扬，辟邪虫，除妖魔，屁股平安顺利。开着房车看遍山河，其实是有很多人的梦想。你真的是一个好父亲。人们常说美好的童年能治愈一生，还能治愈身边的人。你的孩子一定会长成一个小太阳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